个招呼。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好。压到重量级来宾吕孙玲直播特别嗨，但一旁小英却很淡定，两人轮流问好，却让空气凝结不少。增加我们台湾的防御率上面，防御力上面有做了非常多的努力，所以我想请总统啊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这个增加防御率这上面呢，防御力上面，台湾的防御力上面，总统坐镇真的很紧张，全程直播不开放，骚动减少还是挡不住，咬字不清，口误连发，两人主轴国防自主。吕孙玲扮起抛球角色，因为上次球是真的捡不好。听到关键字，两人尴尬笑了笑。想必总统是听了上回馆长直播，吕孙玲想跨足演艺圈的梦想。你看我侧面有点像蔡依林，很多的人、啊。现在是战力很强的立委哦。那你赞成房屋税率拉升吗？房屋税率拉升，现在是战力很强的立委哦。但是我的朋友都知道，说我不是一个伶牙俐嘴的人哦，是一个非常活泼热情，然后也是一个很懂得自我解嘲的人，所以我希望说一次比一次的好。立委权责答非所问，馆长果断已读不理，再抛问政治议题一样大当机。吕孙玲的乐观看在小英眼里是战斗力，选民却难以言喻。现在是战力很强的立委哦。记者黄一君、温文轩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